是大中小企的代表在今天会议上都表示是强烈反对的。无论是坊间传闻的做法，就是说有个过渡性时期都好，其实最终呢日后的雇主呢就会面对双重的承担，一方面呢就是要每个月呢继续为强积金供款，另一方面呢就是亦都要为长期服务金或者是遣散费呢是作出管备。那是不是特别是中小企的雇主呢都能够这样承担得起这种双重的支出呢？其实如果你说有个过渡性的安排呢，就变成有温水煮蛙。2000年实施以来呢，大家都看到呢那个效果不是太好的，收费高和这个回报低，那些所谓对冲不是冲走了咸水海，只是呢雇员是预早拿了的。因为不取消的对冲其实跟15年前没有分别的，因为雇主的 5% 是第日用来遣散回你，而雇员自己的 5% 是自己的人工来的，所以加起来其实雇员没有得益，而雇主是赚到的。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呢，在提出一些方案之前呢，一定要详细去研究对于资方、劳方、整个社会甚至对政府的影响。